出海不到50公尺，就有超大的海扇。约在5到7米的地方，这不是帛琉，也不是苏武，这是在台湾宜兰。自由潜水初学者的快乐天地，美丽的大海扇，湛蓝宽阔的海，任你随便游随便潜，海底任翱翔。头的可爱河豚，主角是后面的蝶鱼，发现一个海狮洞，底下有大片的软珊瑚群，非常壮观。没有海葵，也有小丑鱼。很多的马粪海胆，拍好照就归为原位了。谢谢你的观赏，支持50大妈继续下潜，请订阅分享。